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农村一些小吃，还有小时候的好吃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。看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然后买一点吃。这个是用什么做的？糯米吗？5块钱啊。像那个橡皮泥一样的。软软的。有点凉凉的。看看有没有生肉馅。这个是麦芽糖，没眼了。那给我 来一点吧，好吧，来个5块钱吧。还要用锤子锤这个糖。这个是麻糖。哎，对。先吃一点啊。一般就是这样子的，它就是自己带米过去，然后放在这里面，然后炸出来给几毛钱的，然后大家一般都是说自己买的还是什么的，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欢仔，因为我为大家拍摄更多原生态的视频。想看更多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仔 TV。